你的那个比较快。你的推荐是啊，你的推荐是什么？什么？你的推荐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嗯，这个，这三个，四十年的历史了。哦，真的。那大酱面线，还有这边吃，还有四鲜汤。四鲜汤。四鲜汤。对，还有一个油放。一个人。一个人吃那么多吃不下。啊，真的。四鲜汤跟面线就很多了。啊，好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您坐啊。好，谢谢。你是香港人吗？啊，我是日本人。日本人、哦。对。哇。日本人这么老，还这讲这么好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照相过来。啊，美味しい。大家，マジで美味しい，美味しい，真的很好吃耶。大强跟我。微信哦，哈哈哈哈哈！
谢谢。从日本回到日本15天哦，4天那么久，15天啊，我们农会去的木栅农会啊，木栅的那个团体的啊，我女儿3-4天半个月前也是去到九州哦，真的九州的东西比较好吃，他们的还有去北海道哦，北海道也不错。那个大闸蟹是吧？啊，他们的海鲜。我去北海道都吃鲑鱼。鲑鱼。鲑鱼。啊，鲑鱼。你们打电台？你们这里多久？那个30年吗？卖40年了。40年了。啊，老店。老店了。老店。小吃店。美食那个文山区的美食店。到中午。中午。然后一点就收了，一点就收了。早上几点开？六点开，然后到一点，差不多一点。暗时啊，有。我即马未到七点就收啊，少年的。阮较早两个老阿嬷未到六点，早起六点，未到下晡是六点。多谢。谢谢老板。那个是不写告，不是不写单。要吗？你猪血糕要汤还是干的？汤的。猪血糕要汤还是干的？谢谢。油饭也好吃哦。谢谢。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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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再来。